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杂梦，来看一下万圣节活动的预告。首先的话是活动开启时间是10月21号，完成活动的时候可以免费领取无尼的紫皮夜游者。这款时装的风格第一眼看上去和此前空军那款冠军皮肤有些相似，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这款时装是戴着舞会面具的，腰间的背包呢也蛮别致的。再下一个奖励的话是黄衣之主的蓝皮以及求生者的通用挂件。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次活动的头像框奖励看上去蛮漂亮的，蛮值得入手的。另外和以往一样，有入殓师以及黄衣之主的南瓜灯个性动作的奖励，同时呢还有头像奖励，不过这两个的话只能选一个，不知道小伙伴们到时候会兑换哪一个呢。最后的话就是活动当天还会有部分时装的返场活动，比如杰克的伯爵时装和过件会上架商城，而先知的紫皮、风影的蓝皮以及红夫人的蓝冠呢则是会上架馈金商城。至于入殓师的金皮礼包的话则是在28号的时候上架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